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子牙视镜所。这一次是我们今年最后一场的公益讲座。那公益讲座这次的专业的分享者呢，是宠物沟通师Aris。大家好，我是 Aris。大家还记得他先前很精彩的三部影片吗？好，因为其实有很多读者，他们都很想要知道说，我怎么样才可以跟我心爱的宠物做连结？那不管说你养的是什么狗狗啊、猫咪啊、鹦鹉啊、蜜袋鼯啊，或者蜥蜴啊、蛇啊，或者是其他的宠物，其实你们都很想要跟他们做沟通嘛，所以我们就邀请了 Aris 来教导大家怎么样呢接收到宠物的讯息。所以这次公益讲座，你们会有三个收获。第一个收获呢，就是 Aris 将教导大家接收你们宠物的讯息。所以会有什么样的讯息呢？讯息的种类就是会有，比方说像它可能是一个画面，或是一个感受，或是它像电影一样连续演的一个连续剧给你看，或是可能像蒙太奇一样跳来跳去，画面有好几种，可是你不知道串起来，你会不知一下子会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可是都没有关系，我们都可以把这些感受跟你看到这些画面，然后把它讲出来，然后先不用管它对或是错，反正就是讲出来就是有一个贡献，然后就可以，你如果越想要在这个里面有收获，就越把你的感受讲出来，然后让这些东西自然的流动，然后你就可以收到更多的讯息。好想知道这些讯息是什么哦，你们也很想知道吗？那我们这次呢，只开放12个名额，因为我们为了品质保证嘛，对，所以呢，你们只要捐款500块到下面这三个单位，你们就可以跟 Aris 一起在线上学习，怎么样连接跟宠物的这些讯息。那另外呢？Aris 也会开放各位参加者一个问题，你们可以问，你最想要问宠物的一个问题，你可以知道它的身体状况啊，但是你要拍全身照给我们这样子，然后或者是其他的问题都可以问。那第三个收获呢，你们还可以帮助，需要帮助的小孩跟老人，你们可以选择一个机构，你们想要去帮助的这样子。好，时间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在11月26号，刚好是感恩节的晚上8点半，那我们会在线上跟 Aris 也会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做宠物的讯息连结，是不是很开心？那我们就到时候见喽，拜拜拜。拜。